现，老板看到之后开心点点，一切都要顺着这一切，老板需要不再出现，现在真的走进了这一切，大概说的才都是再见，再见又不要再见，我只有你在脑边游走，求求你别再离开我，因为我却想被安慰了。为什么不好的藏起来，放在抽屉里面被发现，老板看到时候开心点点，是谁让最后的一面，老板突然不再出现，没想到这么难的一面，打开门来就是再见，太快都不敢再说，我只要你在哪里游走，求求你别再离开我，因为我却想被安慰之后，学分的就是再见，爱爱又不要再说，我只要你在脑里游走，求求你别再离开我，因为我却找不到你，爱爱又不要再说，我只要你在脑里游走，求求你别再离开我，因为我却一次残留，你爸爸说，妈妈说，不要吃太多。看看我，怎么能吃得一团糕？你快点说，要说我还在哭。Shut up.